我成日都係咁好辛苦啊！ 哇！你冇嘢啊？又获得两成五息，好似做咗两成啫喎。咁我哋而家快啲做翻啱佢啦。嗱，我听日6點半翻学，总之而家我哋仲有15個鐘头啦。信我。 2010年1月17號，呢个日期将会系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嘅日子。如果人生系一出戏嘅话，我同你上演嘅呢一幕，原来喺3660日之前已经开始咗。